金庸先生有一部名著叫《天龙八部》，后来被拍成电视剧。这里边有一个镜头，就说那个大侠萧峰啊，他妈被误杀，他爹也快死了，临死之前在崖壁上刻字儿。契丹文什么样呢？乍一看是汉字，仔细一看你不认得。他借用汉字的笔画创制的。咱们汉字是单音节，你比如说天，咱们一读就是特一安天。契丹语要读成腾格里，写一个字读仨音，宋朝人都不认得契丹。契丹文跟宋朝打仗了啊，所以他的这个文书档案都是契丹文写的。一旦文书被宋朝人缴获，宋朝人不认得，那这相当于是密码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，我到底是学汉族还是不学？说你看人家穿的是绸，吃的是油，你看咱们啊住帐篷，吃的少盐没味儿东西。你一羡慕我，你变成我了，你变成我就没有你了。萧武平陵的马上民族一旦从马上下来，就会被新兴游牧民族打得落花流水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北魏孝文帝改革取法中原，后来这个对付柔然啊突厥啊就干不过人家了。所以你学我就没你，你不学我，那你用落后的方式统治广大的先进地区，统治这么多人口，那结果就是您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该放羊您还放羊去，肯定不可能超过100年。契丹人很聪明，走出了第三条道路。什么第三条道路呢？就是一国两制。敬请收看《塞北三朝之聊》第三集《太祖建国》。